1991年，道成肉身的全能神在中华大陆说话做工以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话语，开始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震撼了各宗各界。随着国度福音的扩展，全能神的话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传扬。在全能神显现做工期间，中共政府始终没有停止对全能神教会的残酷镇压迫害，宗教界许多牧师长老也都一直在疯狂定罪抵挡。但神的选民在全能神话语的激励带领下，冲破一切黑暗势力的压制，依然传扬见证神的末世做工。国度福音势如破竹，逐渐在全国各地扩展开来。本片记述的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名见证人郑新杰，在中国大陆某地传福音见证神的真实经历。他与杨明玉正在给家庭教会同工陈明远等人传福音。感谢主啊，郑姊妹、杨姊妹，刚才你们谈到，圣经里面预言最多的就是神末世要来做审判工作。在圣经里面提到神来施行审判的话最少有200多处，这个完全属实。他们说的对，感谢神。在彼得前书4:17说的就更清楚了，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看来神末世做审判工作，这是肯定的。感谢神呐，感谢神。但是啊，你们见证神末世是道成肉身来做审判工作，这个和我们的领受不同啊。我们认为末世主再来是以主耶稣复活后的灵体向人显现做工，这个也是宗教界多数人的观点。是，是啊。对于主再来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向人显现做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不透，请你们再给交通交通。是啊，是啊，给我们交通交通吧，交通交通吧。陈弟兄，通过刚才的交通啊，你们能认定主再来是做审判洁净人的工作，这太好了。是啊，只是对主怎么来，以哪种方式来还不清楚。多数信主的人都认为啊，主再来是主耶稣复活后升天的灵体来向人显现的。主不可能还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子，那么主再来究竟以哪种方式向人显现施行审判呢？是灵体还是神道成肉身呢？这个呀，就成为信神之人最关心的问题了。没错，我们见证神末世道成肉身来做审判工作，这个在圣经当中啊有明确的预言。是啊，我们翻开约翰福音5:22，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我们再来看看5:27，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主耶稣的话直接预言了，末世神是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亲临人间施行审判的。凡说到子或者人子的话，肯定啊都是指道成肉身的基督说的。就如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是人子，是从人生的，有正常人性，是取了普通正常人的形象生活在人中间，所以啊被称为人子基督。是啊，原来人子是这样讲啊。
如果是灵，就不能成为人子了。就像耶和华神是灵，就不能够成为人子。主耶稣复活后的灵体不是神道成肉身的身体，也不能够成为人子啊。那就是说，凡是有人的形象但属于灵体的，都不能成为人子。感谢主啊，原来人子就是指道成肉身的基督说的呀。尤其主耶稣预言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就更能证明啊，主再来是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是啊，如果是主复活后的灵体来，就不用受许多苦了，更不会被这个世代弃绝。是啊，如果是灵体，肯定是超然的，不但能显神迹奇事，而且话语一出啊，立刻就能够成就。如果这样的话，人肯定都会跟随的，不管是信神的不信神的，甚至连魔鬼撒旦呢都会跟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主再来又怎么可能被这个世代弃绝呢？是啊，是啊，确实这样。是，那谁敢？这么说来，其实不是。另外啊，如果是灵体来接圣徒的话，所有信神的人更不会弃绝主了。你们说这是不是事实啊？嗯，是啊，的确是这样。所以呀，我们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完全可以确定，主耶稣再来，必定是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发声说话，做末世审判工作。是啊，绝对不可能是主耶稣死里复活后的灵体，这个是确定无疑的。是啊，神末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来做审判工作，就像主耶稣来的人间，传天国的福音时一样。人看到主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子，但是说话做工有权柄有能力，让人信服。没错，是啊，是啊，确实是这样。从主耶稣的说话做工上就能看见，主耶稣发表的都是真理，让人心服口服，自然人就认定主耶稣肯定是神所差来的，是做神工作的神自己啊。是啊，说的没错。同样，末世道成肉身的全能神显现做工时，有很多人都能听见神的声音，都能看见真理如同光一样显现在人间，让所有人都能看见道成肉身的人子就能发表真理，审判洁净败坏人类。是啊，也能让人从道成肉身的人子所发表的真理当中看见神的公义性情，使人产生敬畏神、顺服神的心，完全能够达到蒙神拯救、被神得着。神得着，被神得着，太好了！入神得着才能发表真理。全能神发表话语，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洁净拯救所有来的神宝座前的人，在灾前做成了一般得胜者呀！得胜者，这什么叫得胜者？现在，全能神的话语及神选民经历神审判、洁净、成全的得胜见证，早已在网上公诸于世了。是啊，面向整个世界，公开见证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全能神就是审判人类、拯救人类的独一真神的显现。是啊，正如全能神说：“我要鉴察全地，以公义、以威严、以烈怒。”以刑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向万人显现。阿们。感谢主啊，这么交通太实际了，我心里亮堂多了。主耶稣明明预言他再来是人子，也就是神道成肉身向人显现做工，而我们偏偏认为主再来是复活后的灵体来向人显现，这也没有主的话做根据，纯属人的观念想象啊。可真是啊。哎呀，姊妹啊，如果不是你们来交通真理，我也会成为愚拙的童女，被主撇弃淘汰呀。感谢神带领。我们还以为主耶稣回来是灵体显现的，向我们显现。那咱们想想，如果是灵体来，又怎么会被弃绝？这些东方闪电的人
讲的道还真有深度啊。他们见证沈默是道成肉身来做审判工作，讲的的确合乎圣经。如果让信徒都听见，人就都去信东方闪电了。那教会的羊不就都被他们给偷走了吗？不行，我得难为难为他们，要不然显得我太无能。以后谁还愿听我讲道？刘牧师，让我来吧。坐。张姊妹，你们见证神佑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是啊是啊，这个完全符合圣经的预言。但我不明白，从神家起手的审判与启示录预言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针对属魔鬼撒旦的外邦人。是，当主来时啊，信主的人被提到天上，然后主降下灾难毁灭外邦人，这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啊，而你们见证神的末世审判已经开始，但我们没有看见神降下灾难毁灭外邦人呢。是，这怎么能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神末世的审判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姊妹呀，你们给交通交通吧。好，袁牧师说的就没错了。你们说主回来做审判的工作，那启示录二十章预言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究竟是怎么应验的呢？审判死人的案卷展开与生命册展开又是指什么说的呢？那就请两位给我们交通清楚。好，没错没错，我们也是啊，给我们具体交通一下吧。弟兄姊妹，真正明白圣经的人呢，都知道启示录预言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神末世审判工作的意象啊。道成肉身的全能神发表真理做末世审判工作，开始洁净拯救败坏人类，就是末世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已经开始了。审判从神家起手，首先呢，在灾前做成一般得胜者，之后大灾难降下，神开始赏善罚恶，直到毁灭这个邪恶的时代，神末世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工作就彻底结束了。没错。然后神公开显现，新的时代开始了。现在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大灾难的兆头四血月已经出现了，天体星辰也显出异象，大灾难已经临近了，甚至整个人类都承认啊，世界末日就要来到了。是啊，真是啊。当灾难来到的时候，凡是抵挡神、论断神、与神敌对的，以及所有属魔鬼撒旦的种类啊，都要被毁灭在灾难当中。这不正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吗？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的预言中看到，主再来啊，分隐秘降临、公开降临两个阶段。首先呢，主像贼一样来，就是神道成肉身隐秘降临，发表真理，做末世的审判工作。主要目的啊，就是为了成全一般得胜者。是啊，正应验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的预言。没错。神末世的审判工作，从神道成肉身隐秘降临，发表真理，审判全人类的时候就开始了。是啊。首先呢，是做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神把那些听见神的声音被提到神面前的人洁净拯救，做成得胜者。然后啊，神回西安，大灾难开始降下，神就用灾难来惩罚毁灭这个旧世界，
沈默氏的审判工作就达到了高峰。到神驾云公开显现的时候，神的审判工作就彻底结束了，神的国度随后就出现了。这就应验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预言呢、啊、正如全能神说的，神的做工一方面借着话语来征服全人类得着选民，另一方面借着各种灾难来征服所有的悖逆之子。这是神大规模工作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一点不差地达到神要的在地之国。这是神工作的精金部分。全能神的话把神末世的审判工作概括得很准确，人一看呢就明白了。全能神做的末世审判工作就是启示录里所预言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根据全能神末世审判工作的事实，我们也都明白了，启示录中所预言的审判死人的案卷展开与生命册展开究竟是指什么说的了。其实审判死人的案卷展开就是神对所有否认神抵挡神的人的审判，这个审判对他们就是定罪，就是惩罚，就是毁灭。而生命册展开是指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说的，也就是末世基督全能神发表真理审判洁净所有被提到神宝座前的人说的。是啊，凡是接受全能神末世审判工作被提到神面前的这些神选民，都是神审判洁净拯救的对象。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就是为在灾前成全这班人。是啊，这班人呢才是聪明童女，才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才是启示录预言的144,000得胜者。是啊，是最终进入天国承受永生的人呢。这就应验了启示录14:1-5所预言的。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全能神做的末世审判工作完全应验了启示录预言的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意象啊。白色大宝座象征着神的圣洁，也象征着神的权柄。那怎样认识神的权柄呢？是啊，该怎样认识神的权柄呢？没想过。我们都知道啊，神用话语创造了天地万物，用话语带领洁净拯救人类，用话语成就一切。神的话语啊，就代表神的权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既说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远。阿门。末世全能神做的就是话语工作。神用话语控制全宇，控制整个人类，用话语引导供应人类，也正在用话语审判洁净人类。没错，我们再来读几段全能神的话。好。全能神说，
我要把全地之民都带到迦南之地，所以我在迦南之地仍然发声说话，控制全宇。此时全地无有光明，除迦南之外，人都处在饥饿寒冷的威胁之中。所以说，在末世神道成肉身，主要是用话语来成就一切，用话语来显明一切。一切恶人因着神口中的说话而受刑罚，一切义人因着神口中的说话而得着祝福，一切因着神口中的话而立而成，也不显什么神迹奇事，就是话语来成就一切，因着话语而产生事实。地上的人都传颂神的话，不论大人小孩，不论男女老幼，一切的人都归服在神的话下。全能神的话语一发出啊，就如同闪电从东方直照到西方，洁净成全了所有归到神宝座前的人，也显明了一切仇恨真理、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与所有否认神、抵挡神的恶人，同时击杀了一切悖逆之子。末世全能神在地上做审判工作，就证明啊，神已经坐在宝座上掌王权了。虽然这个邪恶黑暗的旧世界还暂时存在，但是啊，毁灭世界的各种大灾难马上就要降临了。地上没有任何势力能摧毁神的国度，没有任何势力能取缔神的做工，能拦阻神工作的进行。是啊，神在地掌权做审判工作，就如同他的宝座在天上一样，谁也撼动不了，谁也都改变不了，这是事实啊。没错，正如全能神说，国度在人中间扩展，在人中间成型，在人中间站立起来，没有任何势力能将我的国度摧毁。这就是神话语所显示的权柄威力。神的话在地上掌权了，也就是基督在地上作王掌权了，这就是神在地上已坐在宝座上掌王权了，足以证明啊，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在地上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阿们。是啊，我们看到啊，神的旨意已经完全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有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至十七节也预言，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阿们。这些话已经成就实现了，这都是全能神末世审判工作所成就的事实啊。是啊，感谢，感谢主啊。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全能神做的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神已经审判洁净做成了一般得胜者了，大灾难马上就要倒下了，但是我们还在等着空中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出现呢。哎呀，感谢主啊，多亏两位姊妹向我们见证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要不然我们就错过了在灾前被成全为得胜者的机会。没错，
那就会落在灾难中永远的哀哭切齿了。是啊，是啊。我真的要好好的读一读全能神的话了，听听神的声音，来迎接主的显现，这是我的盼望啊。阿门，先生。感谢主，神的做工真是奇妙难测，充满了智慧。阿门。主先道成肉身，成为人子，隐秘降临，发表真理，做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把那些仇恨真理、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都显明出来了。唯有喜爱真理、聪明的童女，听见主的声音，被提到神宝座前，在灾前被神做成得胜者。神这样做工太实际、太智慧了。感谢神，阿门。袁牧师、孙涛，你们说呢？是，他们交通的很有道理，我根本反驳不了。特别是全能神的话，更是让人无可辩驳，不得不服啊。再交通下去，只会让我更蒙羞。但这本书很有价值，我一定要拿一本回去抢盗用。嗯，就这么办。感谢主，今天时间不早了，两位姊妹交通了半天都很辛苦，该休息了。不辛苦，感谢神。我还有别的事儿，该走了。能不能把这本《化在肉身显现》寄给我回去看看？咱们下次再交通吧。哦，当然可以。袁牧师怎么走了？袁牧师这么快就走了？袁牧师，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哎，孙涛，我送送你。不用送，你也要走啊？哎，孙涛。哎，两位姊妹，刚才交通道，神用话语做审判的工作，做的对的。东方闪电发展的太快了，不到一个月就有200多人被他们偷走了，而且这些人都是有根基、有素质的信徒和讲道人。这可咋办呢？东方闪电真是不能低估。我还听说啊，他们正在往周边教会扩展呢。袁牧师，这样下去，我们这片教会恐怕保不住了。如果要想保住信徒，只有不让他们看东方闪电的书，不让他们听东方闪电的道，这样啊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嗯，来，弟兄姊妹，拿一份看看。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中共定罪、打击、镇压全能神教会的宣传文件念给所有信徒听，把反面宣传资料发到他们手里，这样信徒自然就不敢接触东方闪电的人了。还有，通报所有教会，如果发现东方闪电的人来我们教会偷羊，立刻打110报警。袁牧师，我不赞成这样做。现在连不信神的外邦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人权、最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中共政府为了维护黑暗的独裁专制统治，什么样的谣言都能造得出来，什么卑鄙事情都做得出来。迫害基督徒的恶行，他们做的还少吗？是啊，这可是有多少弟兄姊妹被他们折磨死？多残忍！这是事实。你我在文革时期的时候，都因为信主被打成反革命，还被判刑坐牢。不止这样，在我们坐牢期间，中共政府为了让我们放弃信仰，不择手段地折磨我们、摧残我们。你忘了吗？难道我们还看不清中共政府就是最抵挡神的撒旦政权吗？
彭长老说的对，怎么还能再怎么可能的确没有。这些材料中对全能神教会的定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又是中共恶魔造的谣，我们怎么能去散播呢？如果东方闪电是真道，我们这不是帮助中共政府散布抵挡神、定罪神做工的各种邪说谬论吗？这样做不是站在撒旦一边抵挡神吗？是啊，我们不可以背叛。是啊，这不就成了中共恶魔的帮凶了吗？我赞同彭长老的话，中共政府历来都是扶持邪恶、打击正义、与神为敌的。如果我们散播他的各种谣言、邪说谬论，这就是在领着弟兄姊妹顺服撒旦政权，是依靠撒旦，是抵挡主、背叛主的行为。这样做肯定会被主定罪的。是啊，张杰说的对。是啊，我们不可以背叛主啊。唉，照你们这样说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教会就这样拱手让给东方闪电呢？弟兄姊妹一个个都被东方闪电的人偷走了，这样的话主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向主交账啊？唉，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捍卫主道、保护群羊吗？就是，不管怎么说，袁牧师都是为了保住教会，让信徒弃绝东方闪电，因为东方闪电太厉害了。如果我们不利用中国政府的负面宣传和强制措施，是无法保住教会的。这样做可行不通。保住教会才是最重要的。保住教会，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是吧？现在中共政府正在全力打压、迫害全能神教会。有多少信全能神的人都被抓坐牢，有的被迫害致死。我们打110报警，把全能神教会的人交到中共恶魔手中，这不是把信神的人出卖给撒旦吗？我们这样做，这本身就是犯罪，就是抵挡神，这是在作孽呀，是要遭报应的。我们要谨慎，咱也不能见主呀，会遭这是伤天害理。大家想一想，如果东方闪电真是神的末世做工，我们这样抵挡神、迫害神的羊，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呐、啊，就跟当初的法利赛人一样，要遭到咒诅，万劫不复啊！打110报警，抓信神的人。只有魔鬼撒旦才能干。这个卖主卖奴的，弟兄姊妹，什么区别？如果不这样做，信徒都去信东方闪电了，教会的奉献款就会越来越少。那咱们以后的开支怎么办呢？教会没人了，我们还给谁去讲道啊？孙涛说的对，我们就按着袁牧师说的做。好，就那做。合适吧？东方闪电把我们教会的羊都偷走了，那主回来了，我们怎么向主交账啊？我们呢？如果我们还不采取措施，你这么说我那教会就真没了。这么做还有什么错吗？咱不能眼瞅着他们把羊都偷走吧？恐怕这不合适吧。袁牧师，你们口口声声喊着奉献款少了，没有人听你们讲道了，你们到底是什么存心？现在侍奉的究竟是谁？这不值得你们反省吗？当初法利赛人在会堂里讲道，根本不是见证神、高举神，也不带领信徒遵行神的话。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呀？是金子，是财物，是会堂的高位。说的没错。是是，法利赛人。主耶稣定罪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如果我们做工讲道不是带领弟兄姊妹实行主的话，遵守主的诫命，而是侍奉自己的地位饭碗，那我们所走的路不正是法利赛人的道路吗？不正是当代的法利赛人吗？确实是这样。这样做太危险了，一旦作恶多端，
就会遭到神的咒诅，那可就没有回头路了，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拦阻东方闪电来教会投羊，这还不是为了保护弟兄姊妹，保护教会吗？怎么能是法利赛人呢？这片教会都是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谁也别想偷走我的羊。这事就这么定了。不知道刘姊妹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刘姊妹，早啊！是你们呢？袁牧师说了，见到东方闪电的人就报警。今天看在陈弟兄的面子上，就算了，以后不要再来了。刘姊妹，以话语来达到做工果效，他不显神迹，他憋。谁呀？哎，苏涛，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把你的照片发给所有信徒，再传到网上，看你还怎么来我们教会偷羊！少跟他废话，抓他去派出所！你们去干什么？走，干什么？抓他！你们干什么？抓他！先急，人来！快走！你站住！还是信徒？赶紧走！不能让他！站住！不能让他再来教会偷羊！别走！站住！抓住他！全能神呐，宗教里的许多信徒听信牧师的谣言和中共恶魔的鬼话，都不敢接触我们，远离我们。一些初信的人也都被牧师用各种手段搅扰，软弱消极了。宗教首领还勾结中共魔党抓捕我们，迫害我们。在这样一个鬼城里传福音实在太难了。为你们的祝福，你们可曾接受？为你们的可曾去追求？你们必在神光的引领之下，而冲破黑暗势力的压制，必在黑暗之中不失去，不失去光的引领。神哪，愿神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把神的福音扩展出去。阿门。弟兄姊妹啊，这段时间袁牧师带着人各处封锁教会，拦阻信徒考察真道，还勾结中共政府来逼迫我们，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小的试炼呢。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什么难处啊？不如我们都敞开心谈谈。我真是想不明白，袁牧师和我们一起听过你们见证全能神的末世做工，他也承认全能神的话是真理，可是他为什么不接受，还到处散布谣言，定罪抵挡神的末世做工，拦阻人归向全能神呢？是啊，袁牧师常常讲解圣经，教导我们要谦卑、忍耐、顺服，讲得头头是道。外表看他挺敬虔，想不到啊，他竟然这样抵挡定罪神的末世做工。哎，真是知人知面，没想到不知心呐。就是这样，信主这么多年，是啊，竟然还抵挡，是真是没想到，怎么这么做？弟兄姊妹，宗教首领抵挡定罪全能神的做工，这。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是啊，当初主耶稣来做工的时候，那些犹太教首领不也同样定罪迫害主耶稣吗？最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历史事实。末世全能神来了，发表的话语都是真理，让人心服口服。凡是真心信神、渴慕真理的人，看了全能神的话，都归向了全能神。而宗教界的牧师长老，就是因为害怕信徒都信了全能神，就没有人听他们讲那些空洞的圣经知识和神学理论了。那他们的地位、饭碗就保不住了。所以他们必然要疯狂抵挡定罪全能神。没错。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一段全能神的话吧。好啊，好啊。全能神说，不明白神做工宗旨的人是抵挡神的人，明白了神做工宗旨但却不去追求满足神的人，更是抵挡神的人。那些在大教堂里看圣经的人，整天背诵圣经，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神工作的宗旨，也没有一个人能认识神，更没有一个人能合神心意。他们都是无用的小人，都是站在高处教训神的人，他们都是打着神的旗号却故意抵挡神的人，他们都是挂着信神的牌子却吃人肉喝人血的人。这样的人都是吞吃人灵魂的恶魔，都是故意搅扰人走上正道的魔头，都是拦阻人寻求神的绊脚石。他们虽然都体魄健壮，但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哪里知道，他们就是带领人抵挡神的敌基督呢？哪里知道，他们就是专门吞吃人灵魂的活鬼呢？要说宗教界是抵挡神的，所有人都不相信。但是主耶稣来了，就把宗教界的敌基督都显明出来了。宗教界的首领逼迫定罪主耶稣，最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说明啊，宗教领袖都是侍奉神却抵挡神的。末世宗教界的牧师首领啊，他们常常讲解圣经，装备一些字句道理来炫耀自己，但是啊，就是不实行主耶稣的话。尤其当全能神的末世做工临到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仇恨真理的撒旦本性彻底的显明出来了。是啊，他们为了保住地位饭碗，编造各种谣言，疯狂地抵挡定罪全能神，迷惑捆绑信徒，还打着保护群羊、捍卫真道的幌子来封锁教会，拦阻人啊考察全能神的做工说话。更可恨的是，有的牧师首领为了维护自己、树立自己的威望，达到牢笼人、控制人的卑鄙目的，还厚颜无耻地盗用全能神的话来给信徒讲道。这就完全暴露出他们与神争夺地位的狼子野心。袁牧师就是这样的人，真是卑鄙啊。这些宗教界的牧师首领和当初那些定罪抵挡主耶稣的犹太法利赛人完全一样。是啊，都是仇恨真理与神为敌的敌基督。是啊，是践踏人、吞吃人灵魂的恶魔。没错，他们严重地触犯了神的性情，必然会遭到神公义的惩罚的。说的一点都没错。主耶稣来做救赎工作的时候，就把当时宗教界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显明出来了。
是啊。现在全能神来做末世的审判工作，又把宗教界这些敌一度给显明出来了。宗教界的牧师领袖为了把信徒牢笼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不择手段地拦阻人寻求考察真道。这些人正是我们进天国的拦路虎、绊脚石啊！没错。这么多年来，我们施舍奉献，没想到就养了这些吸血鬼、寄生虫。他们真是吃人肉、喝人血，专门吞吃人灵魂的活鬼呀！是啊，我越想越觉得这些牧师太可恨了。他们怎么能与中共恶魔勾结，抵挡全能神呢？袁牧师以前也因信主受过中共的迫害，没想到现在他竟能和中共恶魔狼狈为奸，抵挡全能神，这不是公然与神为敌吗？这些牧师领袖怎么这样阴险恶毒呢？如果没有全能神的说话做工，人还真的很难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啊！的确是，是啊。弟兄姊妹，神每次道成肉身都要显明一些宗教界的敌基督恶魔。当初主耶稣来了，把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敌基督邪恶势力都显明出来了。现在全能神来了，把末世宗教界的敌基督邪恶势力也给显明出来了。没错，神道成肉身的显现做工太显明人了。宗教首领啊，的确有不少人曾被中共邪党迫害过，有的被判刑十几年、二十年，有的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他们也没有认识中共恶魔的真实嘴脸。当全能神发表真理做末世审判工作的时候，他们竟然配合中共魔党疯狂定罪，抵挡全能神，把神重定十字架。这是他们仇恨真理、与神为敌的撒旦本性决定的。太可恶了。是啊，真是卑鄙。可见宗教界和恶魔政权一样，都属于撒旦阵营，都是疯狂定罪神、抵挡神的撒旦邪恶势力。我们再来看一段全能神的话。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翻到894页，我来读吧。好。全能神说：“有几个寻求真理、随从正义，都是猪狗一般的畜生，带着一群臭苍蝇。”在粪堆里摇头晃脑，兴妖作怪，自以为自己的阎王爷是最大的王，岂不知自己是臭苍蝇一个，挂着绿色的翅膀，只打着信神的旗号，便自以为了不起，到处炫耀自己的美丽漂亮，将自身的污秽都偷偷地甩在了人的身上，而且还洋洋自得，似乎用自己一双挂着五彩的翅膀来掩盖自身的污秽，从而逼迫真神的存在，指宗教界的内幕。人哪里知道，苍蝇的翅膀纵然美丽迷人，但它毕竟是一个满腹肮脏、满身毒菌的小小的苍蝇，倚仗着猪狗爹娘横行于世，只逼迫神的宗教界的官员，倚仗国家的大力支持而背叛真神、背叛真理，猖狂以极，似乎犹太法利赛人的幽魂又随着神迁回了大红龙国家，迁回了他的老巢，开始了又一次的逼迫工作，接续他几千年的工作。这伙败类终归得灭亡于地，似乎几千年后的乌鬼更加老奸巨猾，总想暗自破坏神的工作，
诡计多端，要将几千年前的悲剧重新上映在他的故国，逼得神几乎要高呼出声来，恨不得返回三层天将其灭绝。自从全能神发表真理做审判工作，宗教首领就开始定罪抵挡，他们与中共恶魔互相勾结，依靠中共政权的邪恶势力，一方面对宗教界实行严密的封锁控制，拦阻信徒寻求考察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另一方面甘愿充当中共的眼线，监视神选民，为中共提供信息，抓捕神选民。他们与中共魔党结成统一战线，企图联手取缔神的末世做工。太可恶了。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啊，多数宗教首领与中共恶魔一样，都具有仇恨真理的撒旦本性，都是恶魔投胎，都是神的仇敌呀。没错，是啊，全能神的话解释得一点不错呀。现今的宗教首领就是当代的法利赛人，他们抵挡神的恶行比当初犹太教的法利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们抵挡定罪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就是亵渎圣灵，就是把末世基督重定十字架。没错。可见宗教界的首领都是全能神末世做工显明出来的敌基督。是啊，这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感谢全能神呐，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太显明人了，让我们彻底看清了宗教牧师首领抵挡神的真实面目。是啊，要不然我们就一直被宗教法利赛人迷惑控制，最后就会被他们吞吃。感谢全能神拯救我们脱离了法利赛人敌基督的魔掌。感谢神，这真是神对我们极大的拯救啊。阿们。感谢神。宗教首领定罪亵渎全能神的末世做工，触犯了神的公义性情，必然遭到神的惩罚报应。感谢神啊，今天的交通真有圣灵的带领啊，使我明白了神的心意。宗教首领越是这样抵挡定罪全能神，我们就越要好好的跟随全能神。还要把教会里那些真心信主的弟兄姊妹啊，都带到神的面前。感谢神，太好了，使他们脱离法利赛人的迷惑控制，尽快地得到全能神话语的浇灌供应，得到神的末世救恩呐。阿们。好啊，好啊，感谢神，感谢神。弟兄姊妹，咱们一同向神献上祷告吧。好啊，好啊，好啊。今天飞吧。过来，你是不是住这附近的？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没见过。我们去曹姊妹家吧。嗯，好啊。是啊，我们现在正到处找他们。如果见到这个人，请及时通知我。嗯，我知道怎么做了。好。哎呀，是心杰，快进来。孙涛昨天带着警察去聚会点搜查了，他们正在到处抓你们，快进来，快！真是哪里有神的做工，哪里就有撒旦搅扰啊！是啊，快进去坐。好，快点。林弟兄、林姊妹啊，怎么这几次聚会都没见你们来啊？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袁牧师也带着警察去了我们家，给我们读了中共政府打击全能神教会的文件，还给我们发了一些反面宣传资料。中共政府这么疯狂定罪全能神，我可以肯定这道就是真道，因为中共是无神论政党，是最仇恨真理、最抵挡神的撒旦政权。他把所有信真神的教会
都定为邪教，这个是公认的事实。是，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要在中共权下信真神，实在太难了。要跟随神，尽本分，还真有丧命的危险呢。这个中共太邪恶了。是啊，在中共政府的统治下，人只要接受真道，就要被抓捕、受迫害，甚至被杀头啊。我就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这么害怕全能神的做工呢？林弟兄、林姊妹啊，你们说的都是事实。现在中共政府举国上下铺天盖地全面镇压全能神教会，疯狂追捕基督，抓捕迫害神选民。在中国信真神、尽本分呢，的确得冒着危险。但宗教里的人、外邦人都不明白，政府这样迫害、定罪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信全能神呢？就是因为啊，全能神是真神，是救赎主的再现，唯有全能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撒旦权势，脱离罪恶，得着美好的归宿。是啊，人在末了时代，信不信全能神决定人的结局命运。圣经上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就是整个世界都被撒旦掌控，整个人类都活在撒旦权下，败坏至深，没有一点人的样式。末世全能神来了，就是拯救人类脱离撒旦权势，使人真正归回到神面前，达到蒙拯救，活出真正的人生，得着美好的归宿。是啊，这就是我们信全能神的意义。是啊。另外，我们还要看透中共为什么仇恨全能神，镇压迫害全能神教会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啊。多数人呢都看得很清楚，中共魔党极力定罪、诬陷、抹黑全能神教会，大肆抓捕、迫害神选民，在中国大搞无神区，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的黑暗统治，永远地控制中国人民，坐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最后把中国人民都折磨致死，拉向地狱呀！是啊，中共魔党是最仇恨真理、最仇恨神的撒旦邪恶政权，他知道现在整个世界呀，只有全能神能发表真理，正在做末世审判人、洁净人、拯救人的工作。全能神的话语已经公布在网上，面向整个人类的寻求考察。中共恶魔极其害怕，全能神的话一旦在人中间传扬开来，所有喜爱真理的正义之人都要归向全能神呢。他仇恨真理、抵挡神的恶魔嘴脸就要彻底暴露在光中，整个人类都要弃绝他、打倒他，把他踩在脚下，让他遗臭万年。他在中国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他也无法再败坏、坑害世界人民了。所以呀，中共就极端仇恨全能神所发表的一切真理，仇恨全能神教会，百般的拦阻人接受真道、归向全能神呢。这个中共太可恶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不能识破撒旦的诡计，还仍然受着中共的迷惑、捆绑、控制，那就真愚昧的不可挽救了。现在我明白了，中共邪党疯狂地迫害我们，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我们跟随真神、顺服真神、得到真理、归向神、进入天国。是啊，而是做他的牺牲品，与他一同下地狱呀。所以我们要得到真理、蒙神拯救，就不能再受中共邪党的辖制了。胆怯的人
确实不能进入神的国呀。姐姐，现在我们不能再消极软弱了。消极软弱是软骨头，是窝囊废，是愚昧无知，是无耻，是背叛，更不配称为人呐。是啊，消极软弱是让神痛心、让撒旦高兴的事啊，正中了撒旦的诡计啊。没错。嗯嗯，我们应该站起来跟随神，狠狠咒诅中共这个老恶魔。说的对，说的好。我们应该加倍的追求真理，尽好本分，来回击撒旦，让撒旦蒙羞，这才是聪明人该做的事啊。是啊，是啊，中共越迫害，我们越要争口气，越要站住见证，羞辱撒旦，绝不做软骨头。阿门。没错，说的好，没错，太好，太好，说的太对。对，蒙恩，你们这么一说，我真是蒙羞啊。我的确是个软骨头、窝囊废，不配信神呢。你们这么一说，倒把我激起来了。这回我不怕中共了，我豁出命来也得跟随全能神。感谢神，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我就想，看现在中共气数已尽，也该垮台了。如果等他垮台再信呢，不就减去许多麻烦吗？但现在一看，中共逼迫抓捕我们，目的是让我们下地狱呀。是啊。哎，姊妹，我还想寻求一下，我们如果真等中共灭亡以后再信全能神，到底能不能得着神的末世救恩，进入神的国呢？是不是错过蒙拯救的机会了？林姊妹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今天我们因着信神追求真理，走人生正道，遭到中共的疯狂逼迫迫害，这是有意义的事啊。是啊，因为神是利用中共撒旦政权效力来成全德日一般得胜者，同时啊，也显明淘汰一些不是真心信神、不喜爱真理的人。真正的得胜者，就是在中共掌权的独裁国家，能够凭着真实的信心经历神的话语，借着经历中共的疯狂镇压、残酷迫害，彻底看清撒旦恶魔的真实面目，从此能恨恶撒旦、背叛撒旦，真心归向神，达到蒙拯救、被成全啊。是啊，得胜者啊，就是在中共撒旦政权抵挡神、迫害神选民的特定环境里被做成的。没有中共魔党迫害逼迫的恶劣环境，就造就不出真正的得胜者。没错，那些真心要神的人，无论中共怎么迫害，环境怎么恶劣，照样跟随神尽本分，活出命来追求真理，对神越来越有信心啊。他们看透了中共一贯打击正义、扶持邪恶、逆天而行、倒行逆施的邪恶反动实质，看清了大红龙就是撒旦，就是败坏人类、残害人类、吞吃人类的恶魔，就更加恨恶他、背叛他，真实归向神。是啊，没错，没错，没错，对。借着中共撒旦政权的反面衬托，人也认识了神的公义圣洁、美丽良善。神所做的对人类都是爱，都是拯救啊。人对神的信心、爱心更大了，人的心与神更亲更近了。这些人彻底冲破了中共撒旦政权的黑暗权势，有了得胜的见证，是神在大患难中成全的得胜者，也正是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一般人，是基督的真实见证人，就是启示录所说的144,000得胜者，是进入神国承受永生的人呐。太好了。所以啊，我们因着信神追求真理，经历中共的迫害，太有意义了。正如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阿门，阿门，阿门。也正如全能神说，我们翻到682页，
我来读吧。好。全能神说，或许你们都记得这样的话，我们这至赞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以往，你们都听过这句话，但谁也不明白这话的真正含义。今天深知这话的实际意义。这句话是神在末世要成就的，而且是成就在大红龙盘卧之地，受到大红龙残酷迫害的人身上。因着大红龙是逼迫神的，是神的仇敌，所以在此地的人都因着信神而受羞辱，受逼迫。所以这话是成就在你们这般人身上的。阿们阿们，感谢神。阿们，感谢神。现在正是神成全得胜者的最佳时机呀。当中共垮台时，这些得胜者在万人之中站立起来，做神得胜的见证。当见证神达到高峰时，神的国度将正式实现在地上啊。是啊，我们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啊。那时神拯救人类的工作就结束了，该蒙拯救的，该被成全的已经定型了。等到那时人才来信，那就错过了被神成全为得胜者的机会啊。没错，这样的人没有得胜的见证，进不了神的国，即使生存下来也属于效力者，不能做天国子民呐。阿们阿们。是，感谢神呐、啊！神是借着中共的逼迫来成全得胜者，我们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太有福了。阿们阿们。是啊是啊是啊。林姊妹啊，我们不能因着胆怯失去被成全为得胜者的机会啊，我们得赶紧追求啊，提前一天信都是好的，都是有意义的。是啊，凡是真心信神的人啊，跟随全能神无论受多少苦没有后悔的，反而都觉得幸晚了。没错，全能神做审判工作就是来成全人的，全能神就是赐给人永生的神。如果我们早几年信，早就得到真理生命了，那才是没有白活啊。感谢神。是啊，我们得抓紧这条真理。说得太好了，信全能神太有意义了。是啊，神是全能的，神的智慧永远是建立在撒旦的诡计之上，全能神的末世做工是任何敌势力都无法拦阻的。阿们。自从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开展以来，一直遭到宗教界和中共魔党疯狂的抵挡定罪，但神的国度福音还是传遍了整个中华大陆，达到了空前盛况。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太好了，太好了。几万处教会在全国各地产生，数百万人归在了全能神的名下。没错，全能神得着了一般与他同心合意的人。阿们阿们。现在全能神教会的福音网站也早已面向世界各国各方，全能神的话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传扬，国度福音的扩展完全显明了神的全能与智慧。阿们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两段全能神的话。好啊好啊。我们翻到十七页。全能神说，如今神再次来在人间做他的工作，他做工作的第一站是在独裁统治者的极大城中国，无神论的坚固堡垒。神用他的智慧以他的能力得着了一般人，在这期间遭受中国执政党的百般追捕，受尽苦难，没有枕头之地，没有安身之处。尽管这样，他还是在做着
他要做的工作，说话发声，扩展福音。神的全能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测透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视神如仇敌一般的国家中，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人来接受他的做工与说话。因为神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类中的每一员。我们都相信，神要做成的事，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拦阻的。而那些阻挠神做工、抵挡神说话、搅扰破坏神计划的，终会得到神的惩罚。国度在人中间扩展，在人中间成型，在人中间站立起来。没有任何势力能将我的国度摧毁。我现在是行走在众子民之中，是生活在众子民之间。今天对我有真实的爱，这样的人有福了。对我顺服之人有福了，必在我国中存留。对我认识的人有福了，必在我国度之中掌权。对我追求的人有福了，必从撒旦的捆绑之中逃脱出来，而享受在我之福。能够背叛自己的人有福了，必被我占有，承受我国中之丰富。为我跑路的，我纪念；为我花费的，我悦纳；向我献上的，我给予其享受之物。享受我话的，我祝福，必是我国中的栋梁之柱。在我家中必然丰富无比，无人能相比。为你们的祝福，你们可曾接受？为你们的应许，你们可曾去追求？你们必在我光的引领之下，而冲破黑暗势力的压制，必在黑暗之中不失去光的引领，必在万物之中做主人，必在撒旦之前做得胜者，必在大红龙的国垮台之际而站立在万人之中，做我的得胜之证据。在秦国之地，你们必坚强不动摇，因着所受之苦而承受在我之福，必在全宇之下闪现出我的荣光。阿们。是啊，神真是太全能了。现在我再也不怕中共魔党了，他再凶恶再猖狂，也在全能神的脚下。是啊，阿们。我们不能被中共的黑暗权势压倒。阿们。没错，他越逼迫我们，我们越要信全能神。就是被中共迫害死，为神殉道，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是蒙神称许呀。没错没错，阿们。也比贪图安逸苟且偷生造神咒诅死在地狱里好得多啊。是啊，一般的人还真看不透这件事的奥秘呢。这让我想起主耶稣的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是啊，没错没错。主耶稣还说过，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要得着生命啊，就得豁出命来信全能神。没错。
只有信全能神，得着真理，才能得着永生进天国啊。现在我有信心了，我们舍掉的只是自己的一条贱命，但是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这不是太值了吗？阿门。是啊，是啊。所以我们信全能神，受多大苦都值，都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阿门。阿门。我们要好好追求这个好的。好的，感谢神。是啊，感谢神呐，感谢神。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吧。好啊。郑姊妹、杨姊妹，前段时间你们给彭长老交通后，他通过读全能神的话，现在已经确定全能神发表的话语就是神的声音。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神。他还约我们明天到他们的聚会点，给他们见证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啊。感谢神，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和大家一起考察全能神的末世做工。是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只有全能神教会在公开见证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真的回来了，我盼这一天盼了好久了。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带来了天国降临的福音，我们要好好寻求。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给我见证了神的末世国度福音，全能神的话的确都是真理，是神的声音呐。感谢神呐，不能错过，不能错过。感谢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寻求考察主的显现做工，只等待主公开驾云降临，就成了愚拙的童女被淘汰，落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啊。神的末世做工时间短暂，紧接着就是灾难降临，所以我们一定要考察神的末世做工，义不容辞，时间紧迫呀。今天我请了全能神教会的郑姊妹、杨姊妹，大家好，大家好，来给我们见证神的末世审判工作，使我们可以确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迎接主的重归呀。大家欢迎。请坐。彭长老，你说全能神教会的人见证主已经回来做了末世审判工作，我不认为是这样。弟兄姊妹，如果真是主回来做工，应该像主耶稣做工一样各处公开传道，很多人跟随，轰轰烈烈，肯定会轰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多大动静，这能是神的做工吗？哎，刁同工说的对呀，主再来做工应该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没有看见就不能接受。刁子妹、赖子妹说的是啊，主再来这么大的事，我们要小心谨慎了，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弟兄姊妹，在对待主再来的事上啊，有许多人都认为主回来做工应该会有大的动静。我们先不说主驾云降临带着众天使让人看见，起码也应该像主耶稣传道做工时显神迹奇事，有几千人跟随，轰轰烈烈，甚至呀震动全国，震动世界，那才是神的做工。否则人就没法相信承认这是神的做工。其实这是所有人对主再来的观念想象。但是人都忽略了主耶稣曾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人都以为啊，主耶稣怎么做工，怎么显神迹奇事，怎么轰动整个犹太国，然后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肯定也会是这样。
人都是这样定归神的做工，没有人认识神的做工从来不重复，神是长心不救、全能智慧的神。没错。所以啊，人在对待主再来的事上，都在观察有无动静，或者是有多大的动静，来确定是不是主的再来。没有人注重考察怎样听神的声音，哪里有圣灵的说话，哪里有真理的发表。更加没有人会想到神会道成肉身，像贼一样悄悄地来发表真理，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把各种宝贝偷回来，也就是把那些听见神声音就跟随的聪明童女都提到了神宝座前，使他们都得着神话语的审判洁净，被做成为得胜者，即出熟的果子。当人发觉时，神已经做成了一般得胜者，神隐秘降临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正是神离地回西安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等待人的并不是神公开驾云降临，而是灾难降下了。是啊。所以宗教里凡是观察动静、等候主公开驾云降临的人，就好像多马一样，除非呀，亲眼看见才相信，否则就不接受。这样的人都得被神撇弃淘汰，落在灾难当中哀哭切齿。看来你来做一定有大的动静了。只有那些注重听神声音的人，他们认定啊，只要能够发表真理、发表神声音的，就是末世基督，就是神的显现，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他们不在乎神做工动静的大小，更不在乎有无神迹奇事。这些人才是绝顶聪明的人，属于聪明的童女，被提到神宝座前与主同赴筵席了。这正应验了启示录的预言，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些人呢，正是神从各宗各派中挑选偷出来的宝贝啊。没错，是在灾前做成的得胜者。神的末世做工显现的方式太智慧、太显明人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没错，是啊，他们交通的符合圣经，嗯，有限量光啊。嗯嗯，弟兄姊妹，神的做工真是奇妙难测呀，有时天翻地覆，有时鸦雀无声，有时公开，有时隐秘。另外啊，神做事长信不就，神做工从来就不重复，让人看见神是全能全智的神。是啊，尤其是神的末世做工，神隐秘降临，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外表上人没有看到任何动静，但神却早就在灾前做成了一般得胜者。神早已得胜撒旦邪恶势力，在东方得着了荣耀。而许多人认为看见大的动静才是神的做工，要没有大的动静，怎么能是神的显现做工呢？当初主耶稣显现做工的时候，显了许多大的神迹奇事，轰动了整个犹太国，但是为什么没人认出是神的显现做工？也没有几个人认出主耶稣就是基督。是啊，还真没想过这事，真没想过。请问人到底想看什么动静呢？全能神在中华大陆发表真理、做工说话，震撼了各宗各界，有数百万真心信神、渴慕真理的人纷纷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轰动了整个中华大陆。全能神的名在中国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没错，并且正在向各国各方扩展开来。全能神，没错。而宗教界的首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饭碗，不惜编造谣言、捏造伪证，毁谤亵渎全能神与全能神教会，早就轰动了整个宗教界。
这么大的动静，难道人真没有看见吗？是啊，还有啊，现在中共举国上下铺天盖地的全面镇压全能神教会，把抵挡神、取缔神的末世做工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中央还多次召开专题秘密会议，讨论怎么镇压、取缔全能神的末世做工，把神选民一网打尽，达到把中国建成无神区的罪恶目的。中共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动用国家媒体大肆造谣、栽赃、抹黑全能神教会，而且还动用武警、军队来镇压全能神教会，追捕缉毒、抓捕迫害神选民，进行地毯式的搜捕，大街小巷安装监控器，到处布警，真是风声鹤唳、黑云压城、人心惶惶。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啊。是啊，他们甚至还收买国际知名媒体，大肆造谣抹黑全能神教会，轰动了全世界，跟当初主耶稣做工时犹太教联合罗马政府抵挡迫害主耶稣完全一样。是啊，是，都轰动了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都知道了。是啊，难道这样的动静还小吗？为什么人还看不见这个事实呢？是啊，中共疯狂镇压迫害东方闪电的确轰动了全国。就是啊，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带来的动静可真不小啊。是啊，是啊，信神的人看到中共这样疯狂抵挡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应该能够感觉到这绝不是偶然的事，肯定是神的显现做工才能招致无神论撒旦政权这么疯狂的定罪抵挡。是啊，人都在警醒等候主再来，那就应该在这世上警觉起来，寻求考察神的显现做工啊。不然一旦错过了神隐秘降临成全得胜者的机会，到神公开显现的时候，神拯救人的工作就已经结束了。是啊，神要降下大灾难赏善罚恶，那时候动静大，天地都要震动，万国都要倾覆。但是啊，人已经失去了蒙拯救的机会，只能落在灾难中哀哭切齿了。说的没错，说的没错呀。是啊，咱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呀。所以啊，人应该放下观念想象，考察全能神的说话做工，这才是明智的选择。没错，我们要考察一下才行啊。现在我明白了，考察神的做工最主要是发现真理，才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因为啊，唯有基督才能发表真理，哪里有真理的声音，哪里就有神的显现，这样寻求考察真道才是聪明的童女啊。感谢神呐，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看见真是神的祝福啊。感谢神，感谢主啊。弟兄姊妹，神做事太奇妙了，别看神发表话语啊没有什么动静，但是神话语的威力却能改变一切，难道这不是神的作为吗？圣经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全能神就是道成了肉身，他发表话语就是化在肉身显现，这就是神在人间做了很大的事。瞎眼的人都看不见，即使看见了也不晓得，听见了也不明白，这不是油蒙心窍了吗？神两次道成肉身都说，唯有基督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啊，我们考察神的做工，最关键的应该首先发现真理、道路、生命的显现，确定是神的声音。看见全能神所发表的一切真理，就像真光显现一样，照亮了所有喜爱真理、渴慕神显现的人。是啊，有许多人都接受真光，追随真光，难道这不能代表神的显现做工吗？即使外表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但神的话语却能震动天地，颠覆整个黑暗世界，
难道化在肉身显现，这不是最大的动静吗？瞎眼的人就是看不见。大地震的动静大，能代替神的做工吗？人真是太愚昧了。现在凡是真心信主的人，都在寻求神的显现，都在寻找神做工的脚踪。是啊，我们寻求神的显现，就得寻找神的声音，寻找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我来读一段全能神的话吧。好。全能神说，我们既要寻找神的脚踪，那就得寻找神的心意，寻找神的说话，寻找神的发声。因为哪里有神的心说话，哪里就有神的声音；哪里有神的脚踪，哪里就有神的作为；哪里有神的发表，哪里就有神的显现；哪里有神的显现，哪里就有真理、道路、生命的存在。全能神的话讲得太好了，就是哪里有神的心说话，神肯定就在哪里显现做工了。全能神发表了彻底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我们只要读全能神的话语，就能认出神所发表的一切真理都是神的声音，是神末世赐给人类的永生之道啊！是啊，全能神就是神的显现，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全能神在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基础上，做了末世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这工作是神彻底拯救人类脱离撒旦权势，达到蒙拯救的关键工作，是神经营计划的最后一步工作，也是结束时代的工作。所以啊，人只要确定全能神所发表的都是真理，都是神的声音，就应尽快接受顺服神的末世做工。是啊，这样才能达到蒙拯救进天国呀。是啊，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全能神的话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疑难问题，神的话能使我们茅塞顿开，大饱眼福啊。没错，感谢主。我先提个问题。好。多数弟兄姊妹都认为我们信主耶稣已经罪得赦免了，而且享受了主那么多恩典，都体尝到了主的怜悯慈爱，主耶稣已经不看我们是罪人了，我们应该可以直接被提进天国了。对，是啊，说就是不直接提我们进。那为什么主来了不提我们进天国，还要做末世审判工作呢？神末世的审判对人类是洁净拯救还是定罪毁灭呀？对于这事有许多人都看不透，两位姊妹请你们具体交通一下。好。等等，你们见证主已经来做了末世审判工作，但是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阿们。主再来是直接替我们进天国的，怎么可能审判我们呢？感谢主，我们信了主耶稣已经罪得赦免，赖恩得救了，主再来不可能审判我们。刁姊妹、赖姊妹，我们的罪虽然得赦免了，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还活在白天犯罪晚上认罪的情形中，还远远没有得着洁净，更不是顺服神、遵行神道的人。圣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是圣洁公义的，我们这么污秽败坏，怎么能有资格被提进天国呢？现在可是我们寻求真理的好机会啊，我们还是请全能神教会的两位姊妹来给我们交通交通这方面真理吧。好。彭长老，你刚刚提的问题很现实。我们信主虽然罪得赦免，属于得救了，但是在神看，人仍然是污秽败坏的，
还没有脱离罪，得着洁净。罪得赦免，只是不被律法定罪，这正是赖恩得救的意思。是啊，神虽然赦免我们的罪，还赐给了我们许多的恩典，我们享受了罪得赦免的平安喜乐，有资格祷告神，与神对话交通。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还能常常犯罪抵挡神，还没有达到圣洁，还需要神末世再来做彻底洁净拯救人类的工作。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救赎工作只是为神末世的审判工作铺路的，神拯救人类的工作并不是到此结束，这是人应该明白的。是啊，刚才你们都谈到人信主罪得赦免以后，为什么还能身不由己地常常犯罪，活在罪中不能自拔呢？就是因为人类被撒旦败坏得太深了，以至于人都有了撒旦的本性，满了撒旦性情，才会导致人身不由己地常常犯罪。是啊，这个撒旦的本性如果不解决的话，人即使罪得赦免，但仍能犯罪抵挡神，这样人就永远没办法达到与神相合。所以主耶稣说他必再来，就是来做彻底洁净人类、拯救人类的末世审判工作。就正如全能神的话所说，人未经救赎以前，已有许多撒旦的毒素种到人里面了。人经过撒旦败坏几千年，里面已经有抵挡神的本性了。所以，人被救赎出来之后，只不过被赎回来了，就是用重价将人买回来了。但人里面的毒性并没有去掉，就这样的污秽的人还得经过变化才有资格侍奉神。借着这一步审判刑罚的工作，使人对自己里面污秽败坏的实质完全认识到，而且能够完全变化，成为被洁净的人，这样人才有资格归到神的宝座前。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让人能够得洁净，让人能够有变化，借着话语的审判刑罚，借着熬炼脱去败坏，得着洁净。这部工作与其说是拯救的工作，倒不如说是洁净的工作。实际上，这部也是征服的工作，也是第二部拯救的工作。人被神得着，是借着话语的审判刑罚达到的，借着话语熬炼审判揭示，把人心里所存的那些杂质、观念、存心或者个人的盼望都给显明出来了。我再读一段全能神的话。全能神说，人犯罪能借着赎罪祭而得着赦免，但究竟如何能使人不犯罪，使人的罪性完全脱去，使人的罪性能够有所变化，对这个问题人没法解决。人的罪是得着了赦免，这是因着神定十字架的工作，但人仍旧活在老旧的撒旦败坏性情之中，这样就得把人从撒旦的败坏性情之中完全拯救出来，让人的罪性完全脱去，
而且不再发展，使人的性情都能达到变化。这就需要让人明白生命长进的路，让人明白生命之道，明白性情变化的途径，而且让人都按着这路去实行，达到人的性情逐渐变化，活在光的照耀之下，让人所做的凡事都合乎神的心意，让人脱去撒旦的败坏性情，让人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达到人能完全从罪中出来。这样，人才得着了完全的救恩。这话说的是，的确是这样。所以，那部工作做完之后，还有一部审判刑罚的工作。这部就是借着话语来洁净人，来达到让人有路可行。这部做的工作比上部更有意义，比上部做的工作果效更大，因为现在是话语直接供应人的生命，让人的性情能够彻底更新，是一部更彻底的工作。全能神的话说得很清楚，恩典时代主耶稣做的只是救赎工作，人信主虽然罪得赦免了，但人啊，犯罪的本性还没有解决。人犯罪的本性就是撒旦本性，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人里面，成为人的生命。所以啊，人还能身不由己地犯罪抵挡神。人有撒旦本性，这正是人抵挡神的根源。人的罪神赦免了，人的撒旦本性神能赦免吗？撒旦本性是直接与神敌对，直接与真理敌对的，神绝对不会赦免。所以神要彻底拯救人类，脱离撒旦本性的捆绑辖制，必须得审判刑罚人类。神末世的审判刑罚就是针对败坏人类里面的撒旦本性与撒旦性情而做的工作。可能有的人会问，人的撒旦本性一定要用审判刑罚才能解决吗？人受苦付代价，攻克己身，靠意志克制，能不能解决人的撒旦本性呢？绝对不能。我们再看看历代许多圣徒都受苦付代价，攻克己身，都想脱离罪的捆绑辖制，都想超脱肉体，但有谁得胜了撒旦，成为真实顺服神的人了？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是精神特别成全的人。但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就是因为没有神的审判刑罚，人的撒旦性情就没法得着洁净，人的生命性情就没法得着变化。这个事实足以证实，用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人的撒旦本性的。人必须得经历神的审判刑罚，修理对付与试炼熬炼，才能得着真理生命，得着永生之道。人的撒旦本性才能得着彻底解决。所以，全能神在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基础上，做了末世审判刑罚的工作，彻底拯救人类脱离撒旦本性的捆绑辖制，使人得着洁净，达到蒙神拯救，被神得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末世的审判刑罚
才是彻底洁净人类、拯救人类的工作，这个是事实。是啊。嗯。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我们常常向主认罪悔改，也努力克制自己不犯罪得罪主，但是就不知为什么总是失败。今天听你们这么一交通，我终于明白了，主耶稣做的救赎工作只是赦免了人的罪，并没有赦免人的撒旦本性。人犯罪是因为人有罪性，人的撒旦本性不解决，人自然就会背逆神、抵挡神。看来呀，人要脱去败坏性情，达到蒙神拯救进天国，一定要接受神末世所做的审判刑罚的工作呀。没错呀。两位姊妹，今天你们这样的交通真是让我得到造就啊。没有亮光啊。是啊是啊，他们所讲的很有路途啊。姊妹，你们交通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主是怜悯慈爱的，主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觉着不需要主再来做审判工作了吧。嗯，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主再来还要审判我们，我们不就被定罪了吗？那恩典还是恩典吗？主是怜悯慈爱的主，主再来是不会审判我们的。姊妹啊，我们的罪得着了主的赦免，我们也享受了主很多恩典，但这能代表人没有罪了吗？能证明人就有资格进天国了吗？主是圣洁的，主怎么能容许还常常犯罪抵挡他的人进天国呢？今天面对主再来做的审判洁净的工作，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呢？人定归神，随意论断神的做工，这可是触犯神性情，抵挡神呐。主在暗中监察我们呐。是啊，我们不能随意下断案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都知道了，神的审判刑罚是对人类最大的拯救啊。人如果不经历神的审判刑罚，人的撒旦本性就没法得到解决，人就不能真实归向神，被神得着，人类也没有资格享受神的应许，得着美好的归宿。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没错，确实。但是有很多人不明白，神审判刑罚人的意义是什么呢？神的审判刑罚对人到底是定罪还是拯救啊？这就需要人必须得认识神的做工，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我们来读几段全能神的话。全能神说，神成全人是借着什么达到的？是借着他的公义性情。神的性情主要是公义、烈怒、威严、审判、咒诅。他成全人主要是借着审判的方式。有些人不理解，说为什么是借着审判、咒诅才能成全人呢？他说神咒诅人，人不就死了吗？审判人，人不就被定罪了吗？那怎么还能被成全呢？这是对神做工不认识的人说的话。神咒诅的是人的悖逆，审判的是人的罪。虽然说话严厉，不留一点情面，把人里面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而且借着一些严厉的话语，把人里面本质的东西给揭露出来，就借着这样的审判方式，使人都深刻地认识到肉体的本质，因而
在神面前顺服下来。你们都活在罪恶淫乱之地，都属于淫乱罪恶的人。今天你们不仅能看见神，更重要的是让你们得着了刑罚审判，得着了这样最深的拯救，就是得着了神最大的爱。他所做的对你们都是真实的爱，并没有恶意，是因着你们的罪恶而审判你们，以此让你们反省，得到这极大的拯救。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做人。从始到终，神一直在竭力地拯救人。他根本不愿把他亲手造的人完全毁灭。现在又来到你们中间做工，这不更是拯救吗？若对你们是恨，他还能做这么大的工作来亲自带领你们吗？何必受这苦呢？对你们并不是恨，也没有一点恶意。你们该知道，神的爱是最实在的。只不过因着人的悖逆，务必得用审判来拯救人，否则还是不能把人拯救出来。我来读一段吧。全能神说，在末了结束时代的工作中，神的性情是刑罚与审判，显明一切的不义，来公开审判万民，来成全那些真心爱他的人。这样的性情才能结束时代。末世已到，万物各从其类，都按着不同的性质被划分在不同的类别中。这正是神显明人的结局归宿的时候。人若不经历刑罚审判，人的悖逆不义都没法显露出来。只有借着刑罚审判，才能将万物的结局都显明出来。人在刑罚审判中才能显出原形，恶归于恶，善归于善，人都各从其类。借着刑罚审判来显明万物的结局，达到罚恶赏善，让万人都归服在神的权下。这些工作都得借着公义的刑罚与审判来达到。因人败坏到顶峰了，人的悖逆太重了，只有以刑罚与审判为主的在末世显明的神的公义性情，才能彻底将人变化做成，才能将恶显明出来，从而重重惩罚所有不义之人。在末世，只有公义的审判才能将人类都各从其类，才能把人带入更新的境界中。这样就以审判刑罚的公义性情来结束整个时代。这话太有趣了。我们读完了全能神的话，都从神话中看见一个事实：败坏人类如果不经过神的审判刑罚，就没法得着真理生命，所以就不能脱去罪性达到蒙拯救，更不能够认识神的公义性情与神的所有所事。
人类被撒旦败坏几千年，人都有了撒旦的本性，都狂妄自大，弯曲诡诈，任意妄为。虽然有一部分人信神，但还是常常身不由己地犯罪抵挡神。这就说明人对神并没有真实的认识与敬畏，这是事实。让一个满了撒旦性情的人真实顺服在神面前，对神心服口服，大家说得借着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呢？难道是审判刑罚？必须得经历神的审判刑罚。人看见神公义威严烈怒的性情，看见神所发表的审判洁净人的一切真理，这样才能被征服，完全扑倒在神面前，真实懊悔自己，开始明白真理，实行真理，逐渐达到性情变化，与神相合。那恩典时代信主的人为什么不能真实认识自己呢？为什么对神没有敬畏，常常活在罪中，背逆神，抵挡神，还不以为然呢？就是因为神没做末世的审判工作。人不经历神的审判刑罚，就没法认识自己的撒旦本性，人狂妄自大的性情就永远没办法变化，人就不可能对神有真实的顺服与敬畏。可能有些人会说，我们对主没有顺服，能背十字架跟从主吗？在恩典时代，人能撇弃一切，为主做工，付代价，目的都是为了得冠冕，得赏赐，进天国。但这些人真是爱主、顺服主的人吗？真是生命性情有真实变化的人吗？真达到与主相合了吗？那为什么人在为主花费的同时，还能与主搞交易，利用主，欺骗主呢？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人看外表，神看内心。人外表再好，不代表合神心意。所以啊，神末世所做的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就是针对人的撒旦本性而做的，彻底洁净人、拯救人的工作。这么看来，咱们真的需要神的审判洁净。我们经历了神末世的审判刑罚，才看清了人类被撒旦败坏的本性实质与败坏真相。人所活出的都是魔鬼撒旦相，没有多少人性，都感到无地自容，扑倒在神面前，向神悔改，懊悔至极，再也不觉得自己比谁都强，比谁都好了，开始恨恶自己，咒诅自己，也都不愿意再活在败坏性情里了，不知不觉啊，便老实下来，再也张狂不起来了。同时呀，我们也看到神的性情太公义、太圣洁，不容人触犯，不由得对神产生了敬畏之心，不敢再任意妄为、随心所欲地说话做事了，开始背叛肉体，实行真理了，看似观点也都随之转变，生命性情开始发生变化了，甘愿顺服神的摆布安排，不再受前途命运与得福存心的辖制了，活出了真正人的样式。我们经历了神的审判刑罚，都深深地感受到全能神发表话语审判人、刑罚人，不是要惩罚人、毁灭人，完全是为了洁净人、成全人。这正是神对我们极大的怜悯和拯救，是神对人最真最实的爱呀。阿们。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主。其实我真是有说过呀。他们交通的实际呀。是啊，感谢主。另外啊，我们还看到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是针对所有接受神末世做工的人而做的，
神要在灾前做成一般得胜者，这般人就是承受神应许进天国的人。而对那些抵挡神的恶人，神不在他们身上做审判刑罚的工作，只等到大灾难降临的时候毁灭他们。所以啊，我们都能看清楚，神的审判刑罚对神选民就是洁净、拯救、成全。没错。而对那些仇恨真理、抵挡神的敌基督、恶人，才是定罪、毁灭。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没错。这么一交通，我心里透亮了。以前我对神的末世审判充满观念想象，认为神来审判人就是对人定罪惩罚。感谢主，现在知道了，神末世审判刑罚败坏人类是为了洁净人、拯救人，把人带入美好的归宿里。哎呀，神的审判刑罚对人类蒙拯救意义太大了，这是神对人类最真最实的爱呀。没错没错，感谢神呐、啊！感谢神，感谢神。是啊，末世的人类的确败坏得太深了，都邪恶淫乱，厌烦真理，仇恨真理，对正面的事物都不理睬，一点正义感都没有，甚至呀，崇尚邪恶，颠倒黑白，不走正路。就连信主多年的人，也都在追随世界潮流，守不住主的话，常常犯罪，抵挡神。是啊，神若不来拯救人类，那人都会因抵挡神而沉沦灭亡。末世，神用审判刑罚的方式洁净拯救人类，太有必要了。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啊，这是神的爱呀。是啊是啊，感谢主。是啊，人败坏这么深，想赖恩进天国真是异想天开，想都别想啊。是啊，感谢主，全能神借着审判刑罚来拯救成全真心信神的人，显明一切作恶抵挡神的人，最终赏善罚恶，结束时代。只有神自己有这样的权柄能力。看来全能神真是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已经看见了。感谢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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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做工真是太好了。就是啊，你来问这个问题吧。好啊，我来问。我们太有福了。郑姊妹、杨姊妹，刚才你们把神末世为什么做审判工作见证得很清楚啊。在恩典时代，人不管信主多少年，的确都活在犯罪认罪的光景中，脱离不了罪的捆绑。只有接受神末世的审判工作，人才能得着真理生命啊。神末世来做审判工作，这对我们信神达到蒙拯救进天国太重要了。阿们。是啊，现在我们最想了解的是，神在末世到底是怎么做审判工作，拯救人、洁净人的？请你们再给我们交通交通吧。是啊，是啊，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考察真道急需明白的。两位姊妹，请再给我们交通一下吧。好啊，是啊，是啊，再给我们交通一下。谢姊妹，你提的问题太实际了。现在凡是寻求考察真道的人，都想了解全能神是怎么做末世审判工作的。对于这方面的真理啊，全能神发表了很多话语，我们来读几段全能神的话吧。好啊。全能神说，神此次道成肉身的做工，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来发表他的性情，在此基础上带给人更多的真理，指给人更多的实行，以此达到他征服人、拯救人、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这是神在国度时代所做工作的内幕。末世，基督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来教训人，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这些言语中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例如人的本分，人对神如何顺服，对神如何忠心，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神的智慧，神的性情等等。这些言语都是针对人的本质，针对人的败坏性情。尤其那些揭露人如何弃绝神的言语，更是针对人本是撒旦的化身，针对人本是神的敌视里而言的。神做审判的工作，不是三言两语就道尽人的本性的，而是来做长期的揭露、对付、修理。这各种方式的揭露、对付与修理，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能代替的，而是用人根本就没有的真理来代替。这样的方式才叫审判，这样的审判才能将人折服，才能使人对神心服口服，而且对神有真正的认识。审判工作带来的是人对神本来面目的了解，带来的是人对悖逆真相的认识。审判工作使人对神的心意明白了许多，对神的工作宗旨明白了许多，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理解了许多，而且也使人认识了、知道了人的败坏实质、败坏根源，也使人发现了人的丑恶嘴脸。这些工作的果效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其实就是神的真理、道路、生命向所有信他的人打开的工作。这工作就是神做的审判工作。我们再来读一段。我来读吧。好啊。全能神说，神成全人有多种方式，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对付人的败坏性情，又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来显明人，一方面对付人，一方面显明人，一方面揭示人，给人内心深处的奥秘都挖掘出来，都给揭示出来。通过揭示许多情形，让人看见人的本性。神成全人，借着揭示，也借着对付，借着熬炼，也借着刑罚，有多种方式，让人认识到神就是实际。弟兄姊妹，神末世做工审判洁净败坏人类，就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来审判揭示人悖逆神、抵挡神的撒旦本性，向人显明神圣洁、公义、不容触犯的性情，使人在神话语的审判中看清自己被撒旦败坏至深的真相，真实认识神圣洁的实质和神公义不容触犯的性情，产生敬畏神的心，脱离罪的捆绑辖制，得着洁净，蒙神拯救。我们读全能神的话语，就感觉到神在面对面审判我们、揭示我们，都感受到了神的话语如同两刃利剑，审判揭露了我们悖逆神、抵挡神的撒旦本性，使我们看清了自己被撒旦败坏至深的真相。本性都是狂妄自大、弯曲诡诈、自私卑鄙。
虽然信神，却不能尊神为大，没有敬畏神的心，常常说谎欺骗神，欺骗人。信神，还崇拜人，跟随人。一旦有了地位，还显露自己，树立自己，让人听从顺服，甚至还能与神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遇到天灾人祸，还会埋怨神，抵挡神。当神做新工作不合人观念的时候，人还会像当初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一样，随意定规神，论断神。为神有点花费，做点工作，受点苦，就倚老卖老，摆老资格，向神索取恩典祝福。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消极怠工，撂挑子等等。看到我们被撒旦败坏得太深了，活出的哪有一点人的模样啊，简直就是撒旦的化身。面对自己被撒旦败坏的真相，我们都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也体会到了神的圣洁不容玷污，神的公义性情不容触犯呢，不由得扑倒在神面前，懊悔自己的恶行，痛恨自己的撒旦本性，向神悔改，甘愿顺服神的审判刑罚，尽好受造之物的本分，顺服神的一切摆布安排。这就是神话语的审判在神选民身上达到的果效。是啊，全能神的审判工作太实际了。弟兄姊妹，我们经历了神的审判刑罚，都认识到神不仅用话语审判人，揭示人，神还针对人的实际情形，摆设各种环境人事物来试炼人，显明人，实实际际地修理对付人，管教人，借着实际的经历神的审判刑罚对付修理，看到我们的本性太狂妄太顽固。如果没有这样的审判刑罚，我们的性情就得不着变化。比如有时候我们尽本分不实行真理，凭着狂妄本性任意妄为，高举自己，树立自己，让人服，导致我们灵里黑暗，摸不着神的同在，心里面痛苦受熬炼。这时候神的话就在里面责备我们，有时候神还兴起人事物对付修理我们，使我们回到神面前反省认识自己，不知不觉就认识到自己想控制人、占有人的狂妄野心，看到自己的本性就是天使长的本性，心里面不禁恐惧战惊，就感觉神的性情不容触犯，俯伏在神面前向神祷告悔改。这时候神的话语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明白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是啊，能不消极软弱，有信心追求真理，追求性情变化。经历了神多次实际的对付修理、管教责打，我们的狂妄性情得着了变化，尽本分低调了许多，不再那么张狂，能主动敞开认识自己的败坏，有意识地高举神、见证神，觉着这样活着心里踏实有享受。神拯救人的工作真是太实际了，就是借着实际的经历神这样的审判刑罚，我们对神的公义性情有了真实认识，知道了神喜爱什么人，恨恶什么人，神拯救什么人，淘汰什么人，神祝福什么人，咒诅什么人，也认识到神的确监察一切，主宰一切，神就在我们身边，实实际际地带领我们，拯救我们。是啊，体会到了神所发表的真理，对败坏人类就是审判，就是刑罚，
就是鉴察，就是洁净。有了敬畏神的心，败坏性情有了变化。临到世能寻求真理，实行真理，顺服神，逐渐活出了真正人的样式。我们能有今天的变化，完全是经历神末世的审判工作达到的果效，是神对我们极大的爱与拯救啊。阿们。看来全能神的话语能洁净人，拯救人啊。这么交通太透亮了，让我们很得益处造就啊。感谢主。以前啊，我们只知道末世主来审判人类，但主到底怎样审判人类谁也说不清楚。是啊，我们都不清楚啊。今天啊，听了两位姊妹交通，我明白了，神是借着发表真理来做审判工作的。人只有接受顺服神的审判刑罚，才能得着真理生命，脱去罪行，达到蒙拯救。神这样做工拯救人太实际了。是啊，感谢神呐、啊，弟兄姊妹都能领受到。感谢主，确实太实际了。我越听越觉得他们说的挺实际呀。感谢神啊，太好了。感谢主，听了你们的交通我明白了，全能神是借着发表真理，发表神的公义性情来做末世的审判工作，彻底解决人的犯罪本性。是啊，使人达到蒙拯救。现在我才看清楚，人不管信主多少年，如果不经历神末世的审判刑罚，就连认识自己的本性实质都达不到，更谈不上脱去败坏蒙神拯救了。两位姊妹，不如请你们再具体交通一下，我们接受神的末世做工，到底怎么经历神的审判刑罚，才能得着真理生命，脱去罪性，达到蒙拯救进天国呢？是啊，到底怎么经历神的审判刑罚，才能得着真理生命，脱去罪性，达到蒙拯救进天国？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啊，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人的结局归宿的大事。要寻求这方面的真理，我们先来读几段全能神的话。好啊。全能神说，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来经历神的说话，经历神的做工，达到脱去败坏性情，满足神的心意，以及达到认识神，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现在说话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人到底怎么配合呢？你就是配合会吃喝这些话，达到明白这些话。怎么被征服，这个人自己没法做到，只能是在吃喝这些话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败坏污秽，认识自己的悖逆不义，扑倒在神面前。你能摸着神的心意之后去实行，而且还得有意向。你能完全顺服在这些话之下，没有任何选择，这就达到被征服了，而且是因着话被征服的。全能神说，注重吃喝神话，注重在神话里面寻求真理，寻求神的意思，凡事摸神的心意，这是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实行法。全身心地投入到神话里，主要是在神话里面寻求真理，寻求神的意思，注重摸神心意，在神话里明白得着更多的真理。
达到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可爱之处，同时也在神的话中认识人的各种败坏情形，认识人的败坏本性，认识人的真正缺少，达到神对人的各方面要求来满足神。他在神话里有这么多准确的实行，这是最合神心意的，是人经历神做工的最好配合。是啊，人信神不实行。弟兄姊妹，我们信神呢，首先得明白什么是信神。信神就是经历神的做工，经历神的话语，达到明白真理、活出真理的实际，这才是信神的过程。神默示做的是话语审判的工作，那我们要想败坏性情得到洁净，达到蒙神拯救，就必须得先在神的话上下功夫，认真地吃喝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中接受神的审判揭示。无论神的话说得多么扎心，多么严厉，让人多么受苦，先肯定啊，神的话都是真理，都是人应该进入的生命实际。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洁净人、变化人，使人脱去败坏性情，达到蒙拯救，更是为了让人明白真理，达到认识神。所以呀，我们必须得接受神话语的审判刑罚，修理对付。要想在神话上得着真理，必须能在接受顺服神话真理上受苦，必须实行啊，在神话里寻求真理，摸神心意，反省认识自己，对照神话来认识自己的狂妄自大、弯曲诡诈、自私卑鄙，与神搞交易，利用神，欺骗神，玩弄真理等等撒旦性情，以及啊，人信神的各种掺杂，得福的存心。这样啊，我们就能逐渐地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与本性实质。没错。当我们明白许多真理以后，对神的认识逐渐加深了，就自然知道神喜欢什么人，厌憎什么人，拯救什么人，淘汰什么人，使用什么人，祝福什么人。能看透这些啊，对神的性情也就开始有认识了。这都是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达到的果效。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注重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注重啊，凡事寻求真理，注重实行神话，顺服神。这样的人呢，就能在经历神的话语中，逐渐明白真理，进入实际，达到蒙拯救、被成全。而那些不喜爱真理的人，虽然在神发表的真理上能定真神的显现做工，但他们认为啊，能为神有所撇弃，尽上本分，就肯定蒙拯救了。结果信神多年，还是没有得着真理生命，只明白一些字句道理，就自以为明白真理有实际了。这属于自欺，肯定都会被神淘汰的。看来读神话对人明白真理太重要了。是啊，只有明白真理，实行真理，才能有实际啊。郑姊妹啊，我想继续听下去，请再给我们交通一下吧。好。到底怎么经历神的做工，才能达到蒙拯救？我们再来读几段全能神的话。好啊，好啊。我来读吧。全能神说，人的生命是实行神的话之后才长出来的，不是人看完神的话后就可以长出来的。若你只认为只要明白神的话就有生命，就有身量，那你的认识就偏了。
真正明白神话，是在实行真理的时候达到的。明白真理，是借着实行真理才达到的。这话你应明白。彼得信神，是追求一切满足神，追求顺服一切出于神的。刑罚审判，他能接受。熬炼患难，生活的缺乏，他也接受，一点怨言没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爱神的心，这不是爱神至极吗？这不是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了吗？或是刑罚、审判，或是患难，你都能达到顺服至死，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达到的，这才是爱中的纯洁的成分。人如果达到这个程度，那就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这最能满足造物主的心意。你所追求的是真理，实行的是真理，得到的是性情的变化，那你所走的路就是正确的路。你所追求的是肉体的福气，实行的是自己的观念中的真理，性情没有一点变化，对肉身中的神没有丝毫的顺服，而且仍是活在渺茫中。那你所追求的，定归将你带入地狱，因为你走的路是失败的路。你是被成全，还是被淘汰，都在乎你个人的追求。也就是成功与否在于人所走的路。我再来读一段全能神的话，115页。全能神说，人如果在神所要求的事上、话上真能进入到神话的实际里面，他就是被神成全的人了。可以说，神的说话做工在这个人身上完全达到果效了，神的话成了他的生命了，他得着真理了，能凭神话活着了。从此以后，他肉体的本性，也就是他原有的生存的根基，开始摇动倒塌了。人有了神话做生命以后，才成为新人的，神的话成了他的生命了。神做工的意象，神对人的要求，神对人的揭示，神要求人达到的真正的人生的标准，成了人的生命了。他凭这些话活着，凭这些真理活着，他这个人就是被神话成全了，是在神话里得着了重生，在神话里变成新人了。神把人蒙拯救进天国的路子说得太清楚了。全能神说，人的生命是实行神的话之后才长出来的，这句话就是真理，太实际了。是啊，信神不实行经历神的话，就不能得着真理，没有得着真理，就是没有生命的人。全能神见证了彼得是怎样追求真理达到被成全的。彼得是追求真理的人，他不光追求怎样达到爱神，还注重生命性情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他能顺服主对他的审判刑罚，还有试炼熬炼。主就是把他交给撒旦，他也能顺服至死，为主倒钉在十字架上，做出了美好响亮的见证啊！彼得的经历
彼得特别注重用心信神，用心顺服神，用心爱神。他不光注重讲道做工，还特别注重实行真理，进入实际。所以啊，彼得最终达到被神成全，蒙神称许。我们根据彼得的见证，信神要想达到蒙拯救，必须得追求真理。是啊，注重在神的话上下功夫，寻求真理，摸神心意，实行真理，进入实际。这样追求啊，就能保证真理越来越透亮，实行越来越有路，不知不觉就进入真理实际了。人如果只满足于明白道理，就没法实行真理，进入实际。人明白道理越多，就更加狂妄自恃，结果信神多年，生命性情没法得到变化。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信神也是虚空。这样的人得着真理生命了吗？人在宗教里信神，走的都是这条路，永远不能得着神的称许，这是绝对的。没错，经历神的末世做工，如果不是喜爱真理的人，自然会回避神话的审判刑罚，尤其是看到神的话扎心严厉时，就更加远离神了。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得着真理呢？真正喜爱真理的人，为了得着真理，不管受多大痛苦也在所不惜，在神话语的审判上受点痛苦就能顺服下来，在临到试炼熬炼的时候也都能站立得住，即使是家庭破裂坐牢舍命，也能为神站住见证。这样的人经历神的做工，肯定能得着真理，能达到蒙神称许啊。是啊，看来信神进天国不是那么简单呐，必须得老老实实的经历神的审判刑罚，还得经受各种试炼熬炼，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只要接受全能神的名，读读全能神的话，过过教会生活，尽点本分就能蒙拯救了。是啊，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人在诡诈也欺骗不了神呐。是啊，我们以前呀总是幻想悲啼，今天呀这么一交通才知道，想坐着花轿进天国哪有那么好的事啊。天国那是神的居所，是圣洁之地，现在的人心地恶毒，心都是黑心，太没有人性了，不经历神的审判刑罚还想进神的国，真是痴心妄想啊。感谢主，通过你们的交通我明白了，人只有接受真理，追求真理，脚踏实地地经历神的审判刑罚，实行神话，活出神话，生命性情才能得着变化，最终才能脱去罪性，达到蒙拯救。没错，看来人信神如果稀里糊涂不追求真理，即使信了全能神，最终也不能得着洁净蒙拯救啊。没错，两位姊妹，我还有个问题想寻求一下，中国政府和宗教界一直对全能神教会进行残酷迫害，你们肯定经历过许多逼迫患难试炼熬炼，请问你们是怎么经历的？再给我们交通交通吧。是啊，再给我们交通交通吧。虽然你们讲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有什么真实的经历见证能让我们服气的？是啊，是啊，讲一下。在中共掌权的无神论国家，信神跟随神太艰难了，经历了几年神的末世做工，我深深地体会到全能神所发表的话语都是真理，有权柄，有能力，的确能拯救人脱离撒旦权势，能够洁净人，改变人，成全人。我原本呢是家庭教会的带领，信神多年，早就已经名声在外，警察经常到家里来盘查，
家人和亲戚朋友也都逼迫我，弃绝我。乡邻也讥笑我，毁谤我。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之后，在我尽本分传福音期间，中共政府逼迫我就更加厉害了。他们呀，把我当成国家要犯，到处追捕我。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不仅这些，而且宗教界的恶首领还经常辱骂我们，甚至殴打我们，教唆人报警抓捕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不理解，这些信主的人常常讲爱心、谦卑、忍耐，但为什么这么仇恨迫害信全能神的人，甚至把人交给撒旦政权呢？这哪是信主的人做的事啊？难道他们就不怕得罪主吗？面对这样的逼迫，我心里面特别软弱痛苦，觉得信神太苦太难了。不光遭到宗教界的人毁谤弃绝，还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坐牢，遭受酷刑折磨，甚至丧掉性命。传国度福音太难太危险了。就在我软弱痛苦的时候，我看到全能神的话说，你将怎样将自己的看见与经历告诉给等着你牧养的那些饥渴慕义的、可怜的、贫穷的、虔诚的宗教信徒。你肩负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你都知道吗？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他们贫穷、可怜、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嚎，路在何方？多么可慕光明犹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来，驱散着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苦苦巴望，日思夜想，有谁尽都知晓。这苦难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划过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不得释放。何时不再哀哭？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竟这样惨遭不幸。无情的绳索，凝固了的历史，早将其封锁在其中。哀哭之声，谁曾耳闻？愁苦之态，谁曾目睹呢？你可曾想到，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怎忍看着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遭受这样的折磨呢？人类毕竟是经受过毒害的不幸者，虽然今天幸存下来，但谁知人类早已经历了恶者的毒害。难道你就忘了你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吗？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都拯救回来吗？以自己所有的力量来还报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吗？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你真有心智、有信心活出一个有意义的、虔诚的、侍奉神的人的一生吗？神的话如两刃利剑，句句扎在我的心上。
想想自己的所作所行，享受神祝福的时候满心欢喜，为神受苦付出的时候却埋怨神，远离神，甚至呀想背叛神。看到自己信神撇弃花费只是为了得福进天国，根本呢不是为了爱神，更不是忠于神，纯属与神搞交易。我真是太没良心，太没人性了。想想至高无上的神为拯救人类道成肉身来在地上，受尽天大屈辱，忍受着宗教界的毁谤定罪，还有中共邪党的污蔑追捕，不惜一切代价默默无闻地做工在我们中间。希望啊，我们都能与他同心合意，把那些还在受牧师长老迷惑控制，落在黑暗当中苦苦盼望神再来的弟兄姊妹尽快带到神的面前，听见神的声音，得着啊神生命活水的浇灌供应。神太无私了，神对人的爱太真实了。想当初我不也是被宗教界的牧师长老迷惑控制，落在黑暗当中痛苦难熬吗？我今天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享受神丰富的话语供应，活在神的光中，不也是神借着弟兄姊妹一次次的给我传福音，把我带到神面前的吗？我如果有心有灵，就应该体贴神的心意，忍受一切的苦难，传福音，见证神，报答神的爱。不然呢，我不配成为人，也不配活在神面前。就这样，借着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我逐渐明白真理，明白了神的心意，与神拯救人类的良苦用心。作为受造之物，就应该为神花费，不应该呀再为自己的肉体考虑打算。不管中共怎么追捕迫害，也不管宗教界怎么毁谤定罪，即使忍受一切痛苦，也得尽好受造之物的本分。阿们，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阿们。我今天有这样的变化，完全是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达到的果效。感谢神，感谢神。我真实认识到神末世做工，利用中共撒旦政权与宗教界的追捕镇压迫害来试炼熬炼神选民，不仅让我们看透了中共与宗教界牧师首领敌基督残害人吞吃人的恶魔实质，也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智慧是建立在撒旦的诡计之上。阿们。神调动万有为成全得胜者效力。阿们。我们虽然受尽了各种患难试炼痛苦，但是啊得着了真理生命，如果真的被神成全为得胜者，这实在是神的恩待祝福啊。阿们。信神就该这样信，做人就该这样做，信全能神的人才是基督的精兵啊。太好了，你们这样经历神的审判刑罚的确很实际。从你们的经历中我认识到全能神的话的确是真理，能洁净人改变人。你们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了信神的希望。阿们。败坏人类不经历神的审判刑罚的确不能达到性情变化蒙神拯救啊。没错。哎呀，没想到你们不单是受中共的抓捕迫害，连宗教界也把你们当作了仇敌，为中共魔党监视你们，报警抓捕你们，
抓住传福音的人，还能不择手段的残害，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同样是信主，为什么如此相奸呢？你们饱受了中共撒旦政权和宗教界的残酷迫害，有家难归，经历各种患难，试炼熬炼，对神有了真实的信心和认识，脱离了撒旦的黑暗权势，能真心为神花费，真实归向神，被神得着，这是得胜的见证啊，完全应验了启示录的预言，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一生洗白净了，你们才是真正被提到神宝座前的人，是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得胜者，你们当之无愧，我心服口服啊。是啊，原来得胜者是经历全能神末世的审判刑罚，在各种逼迫患难中产生的。神做工没见惊天动地，却早已在中国做成了一般得胜者，这真是神的全能智慧啊。而我们还在等着主驾云降临，体解我们进天国，若不接受神的末世审判，我们不就彻底被撇弃了吗？是啊，是啊。你们的经历见证太感人，太真实了。神在末世已经做成了一般得胜者，你们这般人才是最有福的人啊。我也盼望主来，但却不讲分辨，以为顺服牧师长老就是顺服神。我受了牧师长老的迷惑，不但不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还打过110报警，把见证全能神的弟兄姊妹交给中共，这不是卖主卖友吗？我犯了大罪了，主啊，我还有没有机会接受你的拯救啊？是啊，我信主这么多年，真是一点真理不明白呀，心里面始终没有主的地位，一直迷信崇拜牧师长老，尽崇拜人仰望人跟随人了，牧师长老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受了他们的迷惑还不知道，还定罪那些见证全能神的人，而且还打110报过警，亲眼看见中共警察把见证全能神的人带走，我实在犯了大罪，这不跟法利赛人抵挡迫害主耶稣是一样的罪吗？主啊，我真是犯了大罪，我的罪过还能不能得到你的赦免呢？我们太愚昧瞎眼了，信神不听神的话，却听信宗教首领狄基督的谣言谬论，拒绝全能神的末世福音，
我们被这些敌基督给害苦了，差点失去蒙神拯救的机会。是啊。多亏全能神教会的两位姊妹来给我们见证神末世的审判工作，使我们有幸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感谢神。这些见证全能神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呐，他们才是最有爱心的人，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为主尽忠。阿们。阿们。赶快把弟兄姊妹从恶仆敌基督手里拯救出来，不能再受牧师首领迷惑控制了。是啊，我赞成。随后啊，我们马上安排聚会，请大家都来听全能神的国度福音。好啊，感谢神，太好了。时间紧迫，神在灾前成全得胜者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神的工作一旦结束，大灾大难就要降下了。是啊，再不接受神的末世做工，错过了神成全得胜者的机会，就必定落在灾难中哀哭切齿了。是啊，是啊，现在凡是真心信神的人都陆续归回到了神面前，而那些抵挡定罪末后基督全能神的都落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了。全能神国度降临的福音早已扩展开来。阿们。阿们。传遍了中华大陆，达到家喻户晓，如今正向世界各国扩展。是啊，全能神的话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传扬见证，这是大势所趋，任何邪恶势力也无法拦阻。阿们。阿们。弟兄姊妹，我来读一段全能神的话。好啊。郑姊妹，让我来读吧。我也想读啊。我也想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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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啊。全能神说，我们都相信神要做成的事，使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拦阻的，而那些阻挠神做工、抵挡神说话、搅扰破坏神计划的，终会得到神的惩罚。一个人抵挡神的做工，神会将这个人打入地狱；一个国家抵挡神的做工，神会将这个国家毁灭。一个民族起来反对神的做工，神会让这个民族在地球上消失，不复存在。我奉劝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甚至是各个行业的人，都来听听神的声音，都来看看神的做工，关注一下人类的命运，让神在人类中间成为至圣、至尊、至高的唯一的敬拜对象，让整个人类都活在神的祝福之中，犹如亚伯拉罕的后裔活在耶和华的应许之中，犹如神起初造的亚当、夏娃活在伊甸园之中。神的做工犹如汹涌的浪涛，浩浩荡荡，没有一个人能挽留住他，没有一个人能制止住他的脚步，只有悉心听他话语、寻求渴慕他的人，才能跟随他的脚踪，得到他的应许。除此之外的人都将受到灭顶之灾与应有的惩罚。全能神的话说得太实际了，神的权柄、能力、神的性情是一切敌势力与黑暗邪恶势力所不能压倒的。是啊，神经营拯救人类的工作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拦阻的。阿们。主耶稣来做救赎工作，被宗教界联合执政掌权的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的智慧是建立在撒旦的诡计之上。阿们。不管宗教界与执政掌权的人怎么疯狂定罪抵挡，主耶稣的福音还是传遍了天下地极。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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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末世道成肉身的全能神发表了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来做审判洁净人类的工作，也同样受到了宗教界与无神论政权疯狂的抵挡、定罪、抓捕、迫害。但是全能神的国度福音还是传遍了中华大陆，阿们正在向世界各国各方扩展。没错，没错。我们在传扬见证国度福音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其中啊，不知有多少人坐监，甚至有些人惨死在监狱里。不知又有多少人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有家难归，有亲难投。不知又有多少人遭受宗教界的毒打、迫害，甚至被活埋。就好像恩典时代主耶稣的门徒受到宗教界的迫害一样，有的被砍头，有的被石头砸死，有的被倒钉在十字架上，还有的呀被流放。但是神选民在神话语的带领下仍信心百倍，一如既往百折不挠。阿们。不管有多少人被抓捕，神选民前仆后继，一批人被抓捕坐监，紧接着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没错，他们为神撇下一切，为国度福音的扩展奉献一生，终于把国度福音传遍了中华大陆。阿们。为神做出了美好响亮的见证。阿们。现在神选民正全力以赴制作各类见证神的福音电影和视频，通过网络将国度福音传向世界各国各方。是啊，国度福音扩展全宇的盛况已经展现在眼前。没错，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啊。阿们。在实际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神话语显出了权柄和威力。是啊，让我们真实的领略了神的全能智慧，神独一无二的权柄能力。阿们。有神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有神话的带领与指引，使我们呀在一次次的属灵征战中得胜撒旦。阿们。使渴慕神显现的人归回到了神的宝座前。阿们。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全能神。阿们。站立。